现在可以问我一些问题。不过你问好了，你不是江城二一了吗？哦，我看一下，有一颗很边缘，边缘所以不会被打。它在上下跳动，演不出来了吗？Hello， 欢迎收看。人叫我们小声一点，风也是蛮强的一集，还穿短袖。好，OK，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？你能接受超迷信的另外一半吗？有人可能会说去看一下那个星座运势。那我今天要穿红色，我就全身红。今天跟什么座不合，然后男朋友刚好是那个座，不要靠近我，今天是我的克星。他就好不容易休假出去，不行不行，今天不能出门。然后坐东朝西。你能接受广义的迷信上面另外一半很迷信吗？好，出发吧 ，Go！ 问一下，你们能接受另外一半超级迷信吗？不行。一点，有些是为了反对，有些是为了维护、拥护他维护。不一定看他是哪一种，看他迷信什么，因为我也会蛮迷信的。宗教的可以的吗？不行，可以有，但不要影响到我，因为有时候信仰会有一些坚持，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争吵。明明没有必要吵架，但就吵架。星座运势，好，那个可以，自己会想要去做算命。不用钱的话，不用钱的。其实我是在学这个专业的，现在可以问我一些问题。不过你问好了，你不是江城二一了吗？哦，我看一下。有一颗很边缘，边缘所以不会被打。它在上下跳动，演不出来了吗？九五班那边，你这很准，你这很准。下面可以留言报名，不要让我算你了。就他不要强迫我。今天不可以穿红色的，要脱掉。那就不穿了。这种的吗？他很神。不介意啊，没关系，不要影响到我就好。可以啊，因为我觉得蛮密切。前一个是他有点受不了我。只会一直传给他，说：“哎，你今天不可以干嘛？”你是那种会介意别人？就还好，就是偶尔会看一下，然后就是保心安这样。所以你会自己说什么？今天幸运颜色？今天我幸运颜色的笔。他有时候会写一些就没有道理的东西，比方说他今天就写说今天不适合发脾气，那我就想说到底哪一天是适合发脾气？主要是有时候他写一些好话，就是可以鼓励自己啊。因为信仰有不可否认性，就是当你觉得他准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哦好准哦，是你没有办法去否认他。你的不要干扰到我家人们。不要强迫我们，就刚刚那样就好。那如果他自己就是剃度，剃度的话会有女朋友吗？剃度好像不能交往。可以啊，刚刚自己也蛮迷的，大家都看一看，发现蛮像的，就觉得很准的。然后你妈出去，她说：“你看我今天星座说，我绝不能出门。”我是一个很强势的女生，我怎么样都会把她拖出去。可以沟通，就不要去海边，不要去能趁近一点的地方，安全的，可能不影响到你，就是她自己的信仰。可是她为了那个信仰投入非常多金钱。可是我觉得那是他的选择，我会去介意。但如果为结婚的话，就还是要管一下钱。教会这些，哦，教会我觉得还可以，但不要每次约。看是哪一种迷信，如果是那种疯狂迷信，可能就要看一下。欸，塔罗牌算命呢？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算命的那个，男朋友今天不可以打球，今天怎么去打球？你今天不能打球。那这可能就要好好沟通一下，从理性的角度先跟他讲，这个东西不好啦，可能会怎样怎样。那如果他不听，就说你不懂啦。那就让他故意去中一次就好，可以吧？跑去缴一些钱在宗教中上面，一堆就不行。那如果什么100块、200块还可以，他是一天一百，一天一百那不行。大部分的想法都是可以接受，只要不要影响到他。我倒是觉得被骗还好，就是只要牵扯到那种跟两人之间有关系的，像是金钱啊，或是一起计划好的事情啊，这些就比较不行。其实只要导向出来是让自己是好的，是信仰他的那一个人都没有必要去责怪他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会信这些东西，有的没，他是真的让自己变差的话，那真的要赶快把他导正。那如果他是让自己变好、积极向上的话，信仰其实他就是一个支柱，这个信仰让自己变好，那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，我们就应该给予他的尊重。各个宗教之间也要有相对应的尊重。欸，其实我是很，就是我很迷信的。那我也蛮迷信的，星座也好，塔罗也好，算命也好，或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风水啊。我们家也会看一些风水的东西，然后去放一下。但在不会损失的情况下，可能还可以保佑自己的平安。这个东西就是心想事成嘛，你心里觉得是好的，然后慢慢的，你的人生就会变好。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去订阅资讯资源的频道，还有猫与香菜的频道，还有我们的酷比闹大学。好，那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